这张就可以了。好啊。我知道，等这个完之后，下礼拜再处理你们的那个。柯总召、林总召，还有邱总召、赖总召，各位各党团的干部了哈，还有行政院所属的各位这个所长、副所长，还有代表大家午安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今天的会议哈各位党团代表，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协商。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要协商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案。这个特别预算案在联席会议审议的过程中，扁院委员对经费的用途、防疫防治方法、产业的纾困振兴等各相关事项的执行非常踊跃，经充分讨论后通过了171项决议，可说对扁特别预算案是相当的尽心尽力的审查，全力督促政府要把预算用在刀口上，别不浪费国家资源，并做好防疫工作及达到纾困振兴的目的。不过仍有党团觉得还是有协商的必要，因为陆续提出了预算提案44案，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等一下介绍各位所长之后我们就来进行预算提案的协商。如果大家对提案内容有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有意见的可能就会加以修正文字或通过，其余的若确有挚爱难行的，一起详加说明清楚，让扁院党团了解各机关的困难所在后同意予以撤案。现在我就来介绍今天的这个列席的各位所长首先介绍行政院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女士再来介绍行政院主计总处副主计长李国新先生，再来介绍经济部政务次长王美花女士，再来介绍人事总处人事长施能姐先生，再接下去是教育部次长林腾角先生，再交通部次长黄玉林先生，卫福部次长何启功先生，都介绍完毕，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现在介绍完毕之后，我们就现在就要开始协商刚才有讲，就是说总共有44案，那扁特别预算案具有急迫性，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恳请我们各党团都能够一起来把握协商的时间。现在就请大家看第一案啊，来那个柯总召要发表高见。没有，那个主席院长，还有各位代表协商代表，还有列席的官员基本上那今天的协商，在礼拜一那招委庄内雄招委已经把180案大家花了5个钟头全部谈完了，但是我们当然尊重，有当然还可以再提出嘛，没有问题那基本上是这样看一下起来，看开都细来细眼。这里面时代力量有3个案子，民众党有4个案子，国民党有37个案子那国民党37案子里面有29个案子是集中在李宜霖一个人提的，当然李宜霖他是在国安委员会所以在提的时候，当然很多的案子都集中在口罩如何发放的问题啦，差不多像那啦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因为这在提的案子里面，以前我们礼拜一在联席会上面都有处理过了，那再哪来提，我想这就一事不二议了，只要碰到这种情形，是不是我们这个就已经处理过了，就不要再处理了这样看法当然其他的
啊，不一样的，已经不一样，我们尊重大家来讨论，我相信应该是很快的。哎，董道，你的建议基本上我也同意啊。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款，这个总后给兰博必要了，对了。但是我想我们尊重提案人哈，如果说我们有重复不处理的，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列入我们原先的那些提案，把它加进去，就是说变成他的提案人之一啦。哦，咱原来有提案的，给加入去，安尼类对他袂歹势啦。无啦，加入提案，第二天解散以后，这种情形不要发生了，这个很离谱了。啊，这主意去啊，两个主意想你唔知道，你过来提三个提。啊，以前那很多案子是预算中心。医生建议啊，大家来抄抄，又一样。主要咱是要，就是讲咱一事不二意嘛，吼、哦、啊，对啦，都重复嘛。但是咱也办好，伊提案人的好意，都无去，咱把它加进去啊。你要提醒哦，我没有意见，也要提醒议会主工啦，大家唔当，就算闹会代志，唔当个又发生了啦。哦，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无讲嘴歹话，你拢注意下嘛。好，来，林总长，好，我们就先。先大家广泛讨论一下，对对，讨论一下。好，多谢院长。这个主要哈、哦、会提案哈、哦，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上一次我们那个交付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是有六个委员会，好、哦、联席审查，所以我们这一次提案事实上都是我们像吕玉玲委员，他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所以他没有提案权呐、啊，在那个审查会的时候。所以才会提这些案子，好、哦，因为这主要是在像我本身，我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个招委哈、哦、这个财政委员会招委审查会的时候去提案，所以我们才会提这些案子了哈、哦。这个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谢谢。来，嗯，我也是跟那个林维忠哦总召也是在同样司法法制了，但是我想哈、哦，因为基于一届的运作了。我也特别跑到联席会，拜托其他联席会的委员帮我们联署、啊，所以有的案我也放进去了啦。所以这只是每个人的认知都可以做得到了。好，那就启动起来那样，没有不是在委员会的时候，他会用党团提，然后有他的名字，然后后面讲完再签一下就送来了嘛。然后你们干部签一下就送来了，所以以后这种事情大家注意一下好了。好。好，还有没有要我表一下啊？谢谢院长，因为大家认识我就知道说我是立法院的中文系的哦。在大家进行逐案之前，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看方不方便，因为每一案大家都看到，我们在里面有一些名称里面，每个人写法都不一样，有的写武汉病毒，有的写新冠病毒，有的用那个法定的特殊严重传染性肺炎。好，这样是如果等一下是有共识的案子，是不是可以授权议事人员调整一下？如果写病毒名称的时候，啊，就载定下了，哦，每个人提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写到这个是病名或者疫情的时候，我们统一用法定的严重特殊性传染肺炎，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病毒名称各自写啦。但是如果讲到病名跟疫情的时候，就是用我们法定特别条例那个名称，这样好不好？哦，这讲在前面了，哈，阿内，好，好，好，那接下来其他党团，我们。没有意见的，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哈。那现在就进行第一案，好不好？好，请大家看第一案，有没有意见？有，还有，来，请说明。报告院长，第一案是关于这个各部会哈跟行政要设置单一窗口的问题哈。那因为我们现在各个执法都已经定出来，可是各个执法大概相关的执行都是在各部会，所以各部会它有单一窗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行政院它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单一窗口这样子的一个设置啦，所以是不是建请将行政院部分能够删除？啊，我们就只留就是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这个倒数第六行行政院部分删除，以及倒数第二行行政院也删除。就是删除单一窗口设在各部会嘛？哦、是，一共七，其实一共七个字，对不对？六这个也没有很重要，因为民众党党团同意哦。如果他们同意，我没有意见的。但是如果加上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啦。有，其实现在没什么要紧的。不啦，那个不重要啦，那个文字上面在。我要紧啊，表示心要紧啊。反正民众党团提的啦，我们是同意啦，同意修改哈、哦。就是37个字，前面是行政院，
后面是行政院级，前面也是，就八个字，好，八个字哈，好，那就先三八个字，那大家没有意见，这个案就通过，就修正通过，好，好，修正通过，好了，请大家看第二案，是这样，行政院这边也有意见哦，就是报告院长，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条例的第十八条哦，当时已经订了，行政院应设置专门网站，每周更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之津贴、奖励、补偿、补助、补贴、纾困、振兴法规命令或行政规则，第十八条已经有这样的条例的文字了哦。那么这个议案呢，在最后我们建请是不是知晓政院特别预算的执行情形，这几个字能够删除？好，后面这几个这个案子是民众党提的特别条例啊，他们提的，所以那时候有三个月、书面报、六个月，所以执行情形那个可能要发掉啊。没有，民众党党员就是稍微回复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一个主角里面的重点是在那个通过后两周内要完成这个专门网站的建制，这是第一点啦。好，那第二点的部分，我想同步查询并知晓政府特别预算的执行情形。这个部分我们是同意把后面的那个部分删除掉，因为查询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第十八条第三项里面所规定的这几个相关的津贴、奖励、补偿等等的这些情执行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同意是后面那个部分删除掉，那这个主决议主要是两周内的事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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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那个字是删几个字？从哪里开始？从并知晓政府的话，一共十四个字，对不对？对，并知晓政府特别预算的执行情形。好，那就删十四个字。好，好，好，那我们就本案就修正通过，下一案。现在那个组长，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那下个案子的话呢是审计部的案子，那审计部他有做一些文字修正，那会前有跟民众党那党团那个地方有协商过，那是不是可以看那个大家手上的三 B 的那一页的那个文字修正？有啊，有一本。行政院有一个月内，就是三 B 的部分有一些就是已经有划掉，照这个，这就是等于修正案。那照这个修正案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好，没有意见，表示一下意见吧。啊？你们看民众党，你们要不要有？没有，这个事前我们已经协调好了，已经自己协商过，他们已经协商过来了，对，所以民众党同意三 B 的修正案。好，我们就三，这个第三案就三 B， 我们等于就是修正通过哈，修正通过。第四案要民理啊，要民理。第四案，好了，请。第四案的话呢，哈，我们建议做一些文字的修正，在那个四 A 那个，谢谢。作为是协商过了，对不对？你们有协调过了嘛？哈，好，那我们就好。国民党表示意见。好，阿庆，请审计部说明一下你们文字修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修正？没有政党中央的问题了。主计处。那跟主席跟各委员报告。那这里面的话呢，原先的文字是特别预算编列的目的要符合特别目的专款专用嘛，那我们是建议文字修为并符这句话划掉，然后修成并符合特别条例的规定，因为我们这一次特别条例上面的话呢，对于预算的编制、预算的执行等等的授权等等哦，在上面都已经有规定了。好，你说这样我都知道啦，这个就是我们在协调的时候一直在争吵的问题啦。我们在争的就是在争个你这一次是排除六十二条、六十三条的规定嘛？啊，所以你把有史以来的特别预算案没有一个是可以排除说机关别可以留用的啦，跟正式别可以留用。这个就是我们在协商的时候一直在吵这个问题嘛。所以昨天我特别讲到，人家经济部部长他就讲说，我们保证专款专用。没有，我们就缴库。这个部分我们在谈的主要还是在这一点。过去的特别预算案，即便是有排除六十二条、六十三条，但是它一定是在机关别之内，在机关别之内，
容许你们做这样的调整，就是说你们在宽，就是不会不要跟你们限制在业务计划或者用途别上面可以留用，已经够宽了。但是如果说跨部会的这种留用，我觉得琪琪还是以为不可啦。哦，预算的制度是你们在把关的啦。啊，如果说你们要在这在中华民国预算的历史上留下说我们这一届把人家破这个恶例，那也没有关系。哦，我的共鬼，我该讲的我都讲了，我只是这样子而已。一定哦，一定好，谢谢。好，谢谢翁委员来。一定拍手啊！还有那个在场所有的委员、各位官员啊，这个这个翁委员，你讲这我拢听有啦。啊，你讲十届嘛是这的。啊，对啊，对啊。啊，我啊，我迄天嘛甲你讲，啊，这个有影都咱共通过，因在依法来行政。没有。啊，我迄天搁甲你掠零掠了啊，你都无意见啊，你即摆搁甲我回这搞意思？啊，我联席会啊，拢甲恁开，啊，拢输在恁讲，啊，恁即摆搁重讲一届。翁委员，咱遐大家较心平气和。这个已经这个条里面已经排除预算了62、63，这个各党国民党提案也是排除，民进党提案也排除，行政提案也是排除。过去有关于、欸、我们不要自我贬低，不要自我贬低价格，哎，那我们别贬低。不要，你讲我讲了，这主由于开始所有和灾防有关的全部排除62、63，不是那个发明。那这我们在条例上我们通过，哦，过去你看条例每个都是这样写法。还有就还有关，等你讲交管，这一点我一定要，不是你讲要投票嘛？这个一定要，不是那个只能，你讲要投票。那一次，那天我跟他讲，在机关没别内都可以依法聚集，这个是 OK 的。六十，但是我们这次是把机关别都排除掉。不是，你讲为了这，我讲要用那个修订的，62条是机关监，啊，63条机关内，我是关键的。既然法律通过的话，我来讲啊，你听我讲，立法院没有组织违法的权利的。法律通过，你到依法去行使，然后你依法要发明一个组织违法的权利，你要来对抗法律，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个底下就各企业不会抓，他这个没有所谓双管专用，他这个依法行使就好了吧？那个主席，那个翁委员那天在委员会联席的时候发言，我都在了，啊，我也跟他有对过了，啊，他所言的部分哈，也是根据过去历来哈，大概十几个特别条例了，但是的确我们这个特别条例不是首创了。前面还有一个 SARS 也是这样写啊，你说的有些治流域治理啊，或者其他的有的没有放，你说那些文字也是有啦。但是不论如何，这是我们所通过的，好、哦、特别条例就是有把那个文字放进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通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谈这个就变成功灰下鬼啊，好、哦，再来补一啦，哈、哦，所以再补不一样啊。那底一准一底，我们在宴会里面我就跟你们讲说这样子不要这样搞。我底你会来他电话，我是没有参加你们的那个条文的协商，但是我说你这样不要，这样子我们等于是破坏了预算制度。他预算法为什么规定？预算法62条为什么规定说机关别正式别是不能游泳的？他有特殊的原因。你讲给他，我们在讲。讲这个武汉肺炎，你把这个钱挪到海鲜署，然后把经济部的挪到教育部去，这都奇怪的事情嘛。本来预算安那就不要，你就不要该我们的预算书总预算书就不要用机关别去编的，也不要用政治别去编的，你都要对头搞为了行政院多少钱，那都他妈牙也不差啊。安怎开都拢出在你那个外机关别都可以通用嘛，都可以留用嘛，安尼他何点办？全所所有的。我看安尼啦，即摆就用对接案吼。我讲一下无。好，来，咱这个讲啊清楚了吼。啊，个钱实际上不应该去钱哦。不是这样。我总结就是安尼，我们来看，你是预算专家。我该讲的，我只是要留下记录。好，你就要记录好了。好。我要带你讲的讲，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东西，我们是担心我们被往后的立委批判，或者给外界批判，说我们这样子草率的通过。这么不好的东西出，各种提案都是一样啊。我咧个怪一个，我讲安尼尔。啊，好好好。啊，恁家说恁要通过，我着这个意见我无迄个，但是我反对啦吼。啊，恁要通过，那是恁的代。好。我觉得坚持预算编审的精神。好啦，还不要紧，那话按照通过，我要提醒一个观念的吼，大家留记录的话，请看预算52条啦。我们是所谓属决议，预算52条以前在这修法的时候，你对于预算。好，预算处理的情形，你可以限期条件及限条件及期限，附带条件期限，那是附带决议。只要是你要附带的东西违反的话，行政部门可以不遵循。所以主决议哦，没有一个主决议，你查遍所有的预算法，没有所谓主决议，都是附带决议而已。
后面长期以来把它弄成主决议。这事实上，所以从这一个一条十二条精神来看，你所做的决议和无法违背的话，根本无计效应，今天可以不遵守的。你说。我绝对反对你说，哎，错管就好啦。叫做违背，党工老的委员难，不是违背，不好意思。我们文法的规范本来就是会比较较简单呐，但是在制定施行细则后，我们在审查文法是，我们当然会比较细嘛，我们会比较细嘛。比方说，你说通过就是这样排第六十二项，你讲的是我们把所有机关别跟政策别排列，预算法预算在编列的时候，本来它就是要根据机关别、根据政策别、根据计划别跟根据用途别去编的嘛。你如果排除的话，那就变成完全没有预算法了嘛。好了，咱安尼啦，咱还是集中在我们的案哈。我们第四案了，四一，大家没有意见嘛？好，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来第五案，请大家看另外一张哈。好，第五案有没有意见？报告主席，我们自己好说明一下，做一个文字修正哦。因为从原要求行政后面这几个文字哦，改成叫做原要求行政院各机关妥为规划人力运用及办公场所应变措施，如远距办公。然后并视疫情变化及实际需要启动执行，我想这个是比较我们是实际上比较符合现在继续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在特别预算里面没有编任何钱呐、啊，好，谢谢说明，看这一张了哈，我们就你不能讲说没有编这种钱呐、啊，因为如果说没有编真的需要的话，你还有第一备金、第二备金可以去使用嘛。哦，甚至于你在这个科目上面你怎么去调整都还是 OK 的啦，哦，但是不能用这种理由，你可以说啊，我们这样做可能会比较好啦，哦，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本案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来六七八那个六七八，哎，六七八，因为大家各党团都没有意见，行政院没意见，那行政院也没有意见。是不是六七八我们就全部照案通过？好，没有意见哈。好，通过第六案、第七案、第八案，照案通过。好，来，现在接下来第九案。报告主席，第九案可不可以做文字修正？就是倒数第四行综上所述，然后再写请行政机关直接接在倒数第三行的协助，在最短时间内。定出相关的措施，后面的及软硬体的建制也划掉，然后逗号以因应疫情，逗号避免，再加一个字，立法院沦为疫情的人。好，第九案哈，刚才就说明啊，就修正在这里吧哈，我们就看第九 A 哈，第九 A 啊，就行政院的意见呢，就是。已经修正在这里面了哈，那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哎，修正通过，我们就修正通过。啊？他有加了吗？立法内部的事情有啊，有加。好，国会自主呀。我们就修正通过第十案来。好，下一步补充报告一下哈，原则上建议文字上的修正哈。那一绿林委员的这个文字哈，那么在倒数第二行建议加入几个字哈，就是呢编列之特别预算中后面加五个字，建请必要时纳入补习班等等哈，就是增加这五个字以上，这个也跟李委员都事先沟通了，谢谢。好，谢谢林次长。那这个部分就加五个字哈，建请必要时纳入补习班与幼儿园等等哈。那啊，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请说明。第十一案是有关高检部这边，那主席总处有帮忙提出那个文字修正，是不是照主席总处的修正文字？好，通过。那就请大家看十一 A， 好，十一 A， 那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了，我们就修正通过。有大家都有在看，我们修正通过。好，请大家看十二案，请说明。
三张的。说案请行政院说明。这个案子在那个来那个党团。这个案子在那个哎，多少排解？刘世芳曾经提过相关的案子，在我们礼拜一那个时候已经做一个临提，已经处理了，是完全一样的。他不是赶快，这法务部的案子吧？哎，来那个还有委员会，委员会看，委员会通知我。那，你提出来两份看一下啦，你好写。系啊。啊，那赶快。那时候我们在委员处理过了。那不是特案了，哎，就把它加上他连署人呐、啊，就把把他加上连署人呐、啊，哎呀、啊，你要把那个我们之前再加成连署人，不是连署人加提案人呐、啊，哎，好、哦、提案人呐、啊，哎，连署人绕口哦，太简单了，就不用照文字修，你们用文字修通过就好了，沟通好了，莲花第四部的提案，我们接受啊，好，就是照这个文字通过就可以了。比较方便，就是再来一个文字。好，那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第十二案就依照这个修正哈，就修正文字的修正这样通过，所以本案做决定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十三案这个13、14啊、行政院没有意见。有意见，好来，十四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我们十四案哈，有关于时代力量建议我们要修正文字。十三，先十三。你已经提案了。好，十三可以哦，十三可以。那我们就，十三是有没有改？文字修正。他有文字修正嘛哈、哦？所以十三可以，我们就照文字修正的这样修正通过。大家没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十四案，有没有意见？怪怪的。14案，说明。十四案有关于这个我们专案检查的部分，我们做文字上的修正。首先是在第二段当中，全数一并延后的部分，我们删除，加上一个若转而只处理劳工申诉等等。第三段最后一段文字，且延后专案劳检，仍应在年度结算结束前执行完毕。这一段删掉。好，好，大家都有看了哈，第14页哈，14案啊，可以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好，修正通过。好，下一案。15案报告，有关于这个还是时代力量党团建议的这个决议。文字上面只有第三段，劳动部于疫情期间的部分删除。哎，我抱歉，我这边看不到15案，十五万好像没有收到，对，还没有发哈，啊，就删除几个字是吧？对对对对，劳动部于疫情期间呢删掉，后面文字有没有修改？就删掉5个字，啊，没有给我，删掉，没有给我们，我们现在都没有。那是怎么样？这个，咱们看看。对。确认一下，选修哪边？于疫情期间嘛。于疫情期间。那5个字拿掉。对。于疫情期间，哦，就最后一行。对。好。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行。第一行。第一行。啊，最后一行都不必。对。哎，院长，我又有两个疫情，疫情后的事情啊。我是跟他确认一下哈，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于疫情期间删掉嘛哈？那你是说你在疫情期间你都不去劳检还是怎么样？我们实际上还是执行这个，还是实际上执行嘛哈？对，对，我们尊重这个时代力量党团的这个建议，我们就把于疫情期间把删掉，就是照常啦哈。OK， 第三段的第一行字，对。好，收到了，收到了，我们就大家请大家看哦。好来啊，政委，你看。好，那个不好意思，院长打断你的这个哦，就是劳动部，如果你这边只有写疫情期间，我想请教一下哦，因为你后面写的是针对过去3年中有多次违反劳动法令条件记录，好这些，然后以及确实违法实施的，这表示说这种公司你们都已经有记录了嘛？不管跟中央跟地方嘛，是。那你不管在疫情期间或其他时间哦，这本来就是违法在先，你们本来就已经专案立案了，你们现在加这一段去，
我们对高风险、高违规的这种都注意，所以本来你们就应该要注意的。是，那你还有新的专案可以去实施专案劳动检查吗？这个你们要必须要先清楚讲好。这如果变成决议了，这些公司一定会来跟大家问，哎，跟劳动部或劳动局又问说，哎，啊，你们是不是要有新的专案？是这样子吗？你们先确定一下，你们把时间拿掉，本来就应该被检查，所以他才有那么多记录啊。他本来哈，他是有这个新闻啊，他意思就是说他要专案劳检全面延后啦，他是他本来是这样啦，好，啊，现在就是说让他照常看他看他实际上的状况怎么样。你意思说不可延后啊？不是啊，来解释他本来当初那个讲那个新闻到底是什么定义？对了，啊，今嘛意思是讲，环境就是看伊实际上的状况嘛。比如说，在过去三年内，哈，然后他有很多次违规的记录的话，然后看他实际上的需要，然后他去做这个劳动检查，好，那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对。不是，因为是提案的话，你就有它的积极性嘛。所以我在讲说，你只把那个于疫情期间拿掉，那我后面有一句话，你们注意，就是说实施专案劳动检查。如果现在你是民间的企业主，我们在第十五页当中的第三段没有这个所谓的专案检查。有，倒数第二行实施，所以我才跟你请教嘛。现在要不要拿掉？你们只是要看仔细嘛，对的，就是说对一般民间的业者来说，会觉得说你是有一个新的专案要去检查，但是我刚讲的是这样，本来有违规被检举，甚至这些多次不良记录的，你就应该要去加强辅导，对，加强检查嘛，对，他也是新专案的，他是有这个报道啦，他这个报道意思就，对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每年三月的时候，他们三月左右啊，哈，他们启动这个专案的劳检嘛，好，三月对，金嘛。然后他现在，他本来他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他会全面延后嘛，看起来是这样嘛。好，哦，啊，现在就是说，如果对这一些高风险的，哦，就是说他本来就一直还是照常，安内拉基西西安内尼亚啦。好，哦，那当然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这个过去三年之中没有多次的违反劳动法令的记录的，他可以就是说斟酌说他的状况，哎，安内，对，所以。来，有没有？应该这样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是不是来？那是不是这样？那我大概点通。郑委员意思是说，实施专案这四个字颠倒起来变成照常实施啦。可以，啊，没有特别照常，可以啊。照常实施啦，不要写实施专案啦，好不好？照常实施。照常实施。加一个字，分类对啊，加一个字也可以啦。照常实施专案劳动检查。照常实施啦，叫熊的对吧？啊，写虚业专案。专案有没有删掉？专案删掉了，因为专案删掉了，新的啦。啊，这个。专案删掉，那删两个字，啊，加两个字，加在前面，实施的前面，照常实施的。专案劳检刚刚是解释记得安置的，所以不如嘞，但是所以哦，没有，干嘛公安今嘛在防疫期间，所以就看他的下实，外公告诉打主席，我们的意思是不是倒数第二段这个文字来讲，照常实施劳动检查，专案两个字也拿掉，这样可以吗？对了，对了，安内了，可以了，好，可以了，不要。不要让他本来就在做了，不要让他们有抱怨，是不是？好，这个案子不必了。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哦。好，好，舒安，啊，等一下，那个专案要，但是我那个专案是指原本已经正在行事的专案，就是一嘛毕业啦。不要说让现在又让好，又让记者认为我们又启动一个新的案子了。好，根本一点，就是说你就是说实施劳动检查，如果没有专案的话，啊，这种也是。就是说机关主动发动的那一种嘛，对不对？好，这风险高违规的情形，是是是 ，OK， 就是不是说因为申诉才做了哈。好，那我们就修第十五案修正通过。好，请看下一案第十六案，说明一下。好，请跟主席报告，我们跟提案的委员已经沟通过，就照这个修正的文字来修正。啊，这个好，这个案子在礼拜一就有这个案子了，这个案子可以撤了吧？那你通过一次不而已，都要把加上那里加上刚才讲过的原则嘛？对，这个委员加进去就好了。嗯。那尊重党节电，因为这边的别行啊，跟完全一样的案子嘛。那加完之后好，但是你。
留言加提案人，我们就不必记录吧。啊，通判，那么他们会处理。好，好，这边讲，那个，你找委员会去处理就好了。好，你们处理哈。好，好，那十六案就撤案了哈，是不是？撤案，撤案哈。好，撤案。好，那第十七案在哪里？各位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十七案？我会，好，在云南那边，来，我这边有。这边也是一样的，要改。好，十七案请说明。我看看，是不是要说明？好，是不是招最后一行招标这个拿掉了哈？就是我们的方向也是在辅导他们能够来参与我们的一些委托案。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不是可以建议一下工长，这案就撤了吧？你。这段时间，然后你要叫人家来啊、哦、参与或者招标去办理哈、哦，这个隐含的什么意思？哦，这个本来这样最好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国民党还考虑看，好，可以。还有写多由企业承包啊，所以这个加起来好像是不好了。你会打乱掉原来的这些，这你看前面原来的办理的、啊、企业型承包，你要看特别把，然后特别把邀请来，这个案子不好看了、啊。你们有没有跟当事人沟通过？我想，所有的招标当然都是按照法律去做。对啊，这样就好了、啊。那我们本来对于民间社团啊，他们在承做各种的啊举办活动这些，我们本来都在我们的例行业务里面也都有辅导这些民间团体啦。啊，所以如果当然就总招的看法，我们是比较同意说可以撤的话，如果这样，没关系啦，我快讲吼，咱慢点撤了吼，这样改一下啦，建请客委会协助。辅导在地客家社团与团体参与各种客家活动啊，打造在地客家文化，安尼好不好？好，安尼较比较敏感啦。活动就好啦，买什么电来招标什么，还要绑特定团体。客家活动，好心点，我比较好心一点，我建议啦，从那个第四行的1800委员据点那后面哈，维查近年客家大型活动多由企业承包办理。在地客家团体参与较少，这个全部拿掉了。对啦，对啦。你的重点在鼓励团体发那个参加活动嘛？啊、哦，不要卖一两下，下面企业办理啊，什么什么谁来招，谁来招标？不管他来招标，好不好？不要卖了。承包跟招标那种东西都拿掉了。好啦，爱重点得啦，重阿边迄重点。对啦，好，招标的事情我们不要去介入啊。好啦，好，那个参加那个 OK 啦 ，OK 啦，参与活动啦，好不好？我们不要去介入那种东西了。好，那这安定怎样不？我没先读了哈，没先读了，安定你改去改了哈，去改哈。好，好，十七案我们就修正通过。好，十八案。十八案我们征求提案的委员，这重复的撤了，同一撤案，同一撤案了，同一撤案了，这重复的案子。好，十八案同一撤案哈。好，我们就，好，接下来十九案。是包大大院十九案这个专用手机建制防疫平台，不管它是监控定位或追踪等等，这个都是防疫中心在使用，所以他们已经有订立相关的法规。那我们建议这个案子是不是最后一行可以改成于一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立法院？谁提出 NCC 吗？嘿，是关问题出。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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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十九案就修正通过。好，下案。二十案他们同意。二十案。好，二十案，我们在这边建议，因为谢谢委员关心。其实这个疫情中心很早就已经建立有这个追踪系统了，事实上已经早就已经建立好了。好，所以是不是？第一个是建议委员是不是考，因为已经有了，不是啊，这委员会已经通过决议给了嘛？不是啊，你在那个重复啊，重复提案，是啊，已经有啊，已经有追踪系统，那就咱都刮过啊，今麦个顶重重复了，这个加加一平就好了，加名字就好了，给他名字，对，加进去了，哎，那名字用写名字的，好，那就委员会通过的，放过去他们就好了，好，二十案就撤案。那就李委员就把它加到原来审查通过的案哈，好，那二十一案也同样就照
二十二案这样来处理，也是撤案哈。啊，22案是不是也一样？二十二案教育部说明一下哈。对，是委员会提过了，也是在委员会提过了啦。所以我们也是照，20案就照21、20、21一样来办理的。没有，22案，教育部市长先说明一下。教育部我记得印象是有了，要办理延役嘛。不了。不是，他有跟吕玉玲委员好像有沟通过。对，这边有跟立委那边有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那是不是23？我报告一下哈。等一下，只是做文字上的修正而已。不是文字上修正。我们刚才讲的，从我们的原则嘛，已经处理过了，我们就把民主那边也加上去就好了。这案已经处理过，现在也是一样都处理过。原来在这，来了。张伟，咱有啦，咱这决议三，你看看这个，来，给我看一个，来，给我看一个，按下来。哎，先给你好，等下叫你干胶，嗯。你来看这个，上这个，上。你二十二有没有提过？你这个来，决议三呐。红外线。23也是啊，统一来采购的啊。决议一跟决议三都重复。是否可以比照21？20先处理。这个主要它后面是有加上协调经济部释出口罩。对啊，还是不太一样。虽然说同样都是由学校统一代购的，但是口罩当然有协调经济部啊。后面有加上经济部的东西啦。对啊。吕林委员提案后面是说，主要还是要释出足够的口罩给学生来购买。他原本这个委员会的提案是没有的。怎么的统一的呀？口罩。所以我说。这个精神上面你们有林武还没共轨修正是怎么修正，因为他后面是有经济部要释出口罩，就拜托经济部的事的意思嘛，不是只有你们这边的问题而已。我们欧爷那个是疫情指挥中心决定的，也不是经济部可以做主的啊，那是疫情指挥中心决定的，也不是经济部做主。有协调经济部没有，没有哪一部输出了，那个是疫情指挥中心决定的啦。金马普啦，疫情指挥中心包含了经济部跟教育部啦。我叫我经济部啊。你这样看嘛，这个目前是由那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会分组了，其中一个物资组是由经济部主办的，不过统筹都是在疫情中心里面来做处理。经济组对吧？物资组一共一直在跟你们嘛，疫情指挥中心经济组。嗯，没了，忘记了。你那二十二这案已经处理过了哈。哎，当初有提案是这样的。我尊重你的意见，我无意见。我讲未来都因为协调经济部的问题，所以我唔来问讲安尼有关系无？没啦。没有关系，我没有反对你。叫人提案对啦，安尼得势啦。叫我们。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问他，如果说他有修正案可以定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对，不要去跟他撤案嘛。他那个案子哦，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你现在怎么修正的，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原则的嘛，因为口罩我他原因是这样，口罩。全部由学校代购，然后家长就会排队，这个做不到的嘛，所以只能延役办理嘛。然后我们口罩真的很多的时候，当然做不到了。大概白天这么个2.0下面，大概白天嘛，对不？阿姨讲，要做认真讲哈，哪天要白天好统一采购，他不能去的，不可能最高。我看哈，这是不能做到，所以只能延役而已嘛。依照20、21案的原则来管，这里三人都有，因为让他在那边。这个提案哈，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权益啊。我直接到我这边来过一天。没啦，提案提案来啦。我假设是一样的，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我们就把它撤案掉。但是如果说他有修正案，跟这个我们原来的提案是跟原来的提案，我不认为教育部可以再提这个修正案。以前就通过了，你这个情况，公务员那个委员报告了，清楚啊。好，我们这样了，就讨论的已经迈过前迈过的话，我们就照21案这样，因为这样没有是啊，照委员会已经照委员会了，照委员会啊，都是照委员会的，哇，啊都是21、20的处理方式的，对了，这样没有影响到你委员的权益嘛，23也是一样好不好？就这样，好，我们就修这个本案就
啊，就撤案哈，撤案哈。赵委员决议啊。好，赵委员决议，好来。那二三也一样了，也一样嘛哈。因为我们不影响李委员的权益的哈，就没有影响。因为他要帮助提案嘛，他提案人。对。对了，就是，就我们加到那个委员会通过的那个了，好，好，好，我们第二三案也是同意撤案，然后依照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哈，好，我们就二四啊，加，哎，那个就加入提案。二十四案哈，那个刚刚在印一份单张的比较清楚，就修改的那个内容，那有跟林委员沟通过哈，啊，在单张。对单章的部分比较清楚了哈，所以那个第二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两项具体主张前面加个故建议延议五个字哈，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那个若执行率不佳，必须就责相关单这几个字删除，然后最后一行的每两个月改成每三个月，然后申请数据改成申请概况。对，那这个委员同意。中小企业信保法。对啊，信保基金。好，我们二四案。不然新政，那表示不待机了。我们二四案就修正通过，请看第二十案。说明一下啊，二十案有没有意见？一个月内。二十五案哈，经济部是建议把那个最后，那个最后那一段的第二行哈。一个月内这个我们是建议把一个月内删除啦，因为他其实是讲那个就是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的产业哈，会有哪些产业，那有可能是马上就可以知道，有可能是事后知道的，所以用一个月其实也不见得是个好事情，是啊，三五个字对不对？三五个字建议三个月吧，主席，我们建议两个月了，好，那我们就三五个字。不是啊，他要建议两个月，两个月，看行政院有没有意见。那个他主要是说，要是有什么真的需要是超过两个月，你写两个月，其实反而是卡住了。对，行业不会啦，不会啦。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应该也是只要，你希望你们两个月应该早就已经认定了吧？那不然的话，钱要怎么？没有没有，就是说其他的部分哦，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在跟文化部跟教育部协调了，有一些本来就会放了。那现在是说，如果后面还有新的产业，它不一定是一个月内告诉我们，或两个月内告诉我们。所以你写一个月两个月。折中一下，其实哈，原提案要求改动，可是后面有主动滚动检讨。人家都晚，今天哦。他你后面那一句啊，其实都已经涵盖了啦。啊，你都已经主动要去做啊咧，啊你再别搁加工几个月，买啦，我看买，哎，好不好？不是，那再张委，你压个时间，过了那个时间就不。你等几主动啊咧？你也变定期啊咧？限制以后不可能检讨哎。没有他，因为他后面有这几个字，应该也不会。这个目的只是说希望能够尽早认定。我们就尽重你们的意见嘛。对，那个哈，不用两个月，一个月。对啊，我知道。对了，对了。那个没有问题。对。好。是因为后面可能会有新增的。好。好，那我们就三五个字。那本案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二十六案哈，那个在中间的地方哈，前面算来二四第五行哈，原要求经济部那个可不可以改成建请，好不好？好啦，好，大家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二十七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哦，这个案子基本上我们支持，但是建议加两个字，在倒数第四行，建请交通部啊、哦，在交通部前面加建请两个字。啊，这类事都在做了啦。建请，这已经在做了吧？都在做了。好，那就交通部前面加两个字建请。那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下一案二十八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这个案子交通部都已经在进行哈、哦，没有因为疫情停止取缔这些非法渔树。
那如果说还要再提案的话，我们就遵照办理，其实也可以撤了，因为都在做了。撤案比较好了。好。就比较上院嘛。就建起，那就遵照办理，就这样就好。那就28，哎，28，你们弄这个也很奇怪啦。你非法的那个旅宿业者，你拿得到吗？在波州有吗？本地都无啊。啊！你冲安尼到时阵，红干妈讲话，你讲会讲落井下石，你会害到地方政府。现在一起当中了，你要加强一取缔，然后后面要给他，要有辅导，要有辅导，要这个两，而且把地方政府扯进来。那个，魏总，那就你想一下哦，我不跟你骗哦，想一下哦。你们自己想想看哦，不是那政府，人伊创着面，无人伊伫这为遮伊摕着啥物好处，你即摆佫创这個，就是恁要佮加强去佮取缔呢？想一下，其实大概现在他们都没生意了。好辅导合法就好啊啦，即阵啊吼，即阵啊应该是佮倒卡手佮倒卡手一个。该做安尼，好不好？啊，平安就撤案，好撤案，地。是啦。就好野嘛，对不对？那个人，啊，我伊是讲要撤案的，撤啊！我无，不是，无啦，即我无意见啦。我意思讲，恁这个案敢要卖？无必要这个案。对。你若讲要哦，把前面都已经同时加强辅导地方政府取缔归还业者，这个我们把它拿掉，说应该同时辅导去。好啦，阿伯的，金马。起码疫情当中吼，大家拢无生意，要辅导啦。生意嘛拢无。我这撤案好了，撤案哈。好，28案撤案，好，下一案29案。谢谢委员，请说明。报告主席哈，还有各位委员，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实施完成了啦哈，就是说防疫车队在启动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教育训练跟各种防疫措施了。那如果说还要再留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办理。好，其实这个也可以撤案了。好，请政委。这个我也是建议撤案了，因为有很多其实外国观光客，还有包含这些检疫的人员哦，机场其实都有看到。那我前天在 NHK 的新闻上也有看到，特别来拍台湾的这个防疫车队，包含计程车都做得很好。所以现在写这个案子，刚刚那位走哈，这个其实也没有必要了。这种在走，这外国媒体都在报道，那我们自己在写这个案子有点奇怪了。所以交通部既然保证了，是不是这案子可以不要了？好。好，本案撤案，29案撤案，请看下一案30案，请说明。30案的部分，那我会遵照办理。这个委员会有同样决议的嘛？对，其实欧委员的决议，委员会已经有了。对，不是，阿乐弟，这个改变里头就了。都好啊，你都去修改了啦。三折啦。哎，没有，不要你那个，你把它加上去就好了嘛。国民党个是冲这个案的。第30委员会啊。100页，你改第。100页，你看着你按到你页哩。啊！你也，你着恁党团着可以杀一个。今晚他妈比赛纪律了，对啦。已经党团可以出力啊。好，那我们就本案既然撤案啦，迄个翁委员都有啊。啊，那我们就撤案。加到翁委员。第三十案撤案。加到你。好，那我们就下一案，请说明。那30案的部分哈，那农委会也已经开始，已经在做这个所谓的农产品的成交平台。那我们委员的提案，我们也会遵照办理。好，那是要撤案还是要通过？都已经做了啊。照案通过了。好，那31案就照案通过。好，下一案32案。32案遵照办理。好，32案就照案通过。好，下一案33案。33案文字修正。好，文字修正说明。33案，各位的委员手头上的那个已经也有请提案委员签字了，取消出国，取消出国四个字删掉，是不是？加上去，前面特不是，加上去，加上去取消出国，然后前面特别防疫期间的特别两个字去掉。好，特别防疫期间，好，特别防疫期间，特别删掉，加上取消出国四个字，是。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下一案。
三十四案改建请文字修正，倒数第三行，好，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第四这原提案的后面加建请，好，第三四案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三十五案，三十五案遵照办理，有口罩了，好，口罩见红在嘴哦，好，三十五案照案通过，好，下一案三十六案，三十六案也是文字加建请两个字，啊，都是口罩，都是口罩的嘛，应该是有本来就有啊，那我应该是卫福部还是属于指挥中心的，好。好，那就三十六案照案通过，下一案三十七案，三十七案也是文字修正，建请指挥中心是口罩的产能达到一定数量时调整相关配发的原则。好，三十七案它有书面的哈，请大家看书面，我们就没有意见，我们就好，我们就修正通过，请看三十八案。三十八也是类似，也是修正文字。好，三十八，你请大家看他修正过后这个书面哈、哦。那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修正通过。三十八修正通过，下案。三十九案修正文字也是类似三十七、三十八案。好。好。三十九案也照他修改的这个书面，我们就啊修正通过。好，下案。四十案。四十案这部分也是文字做个修正，可能协调各县市政府分配工作。四十案也有书面的哈，有书面，大家看书面。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请看四十一案。四十一案也是文字修正，再改成建请行政院应订定措施。好。好。四十一案也看，请大家看书面哈，我们也是照就修正通过。好，下一案四十二案，四十二案照案通过。好，四十二案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案通过。四十三案，四十三案文字修正，除了保留原来委员关心的远距医疗之外，我们对于这个比较一般性病人的就医方式呢，做了一些描述。好。请大家看书面哈，我们就照修改的这个版本，那我们本案就修正通过啊，请看四十四案。四十四案也是文字修正。一样，他这里有。好，四十四案，他修正文字哈，也有书面给大家，请大家看这个书面文字。那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来。我决定事项是不是先讲的？大概听他签嘛哈。好，我先把决定事项宣读一下哈，宣读一下，然后宣读一下，各党团来签名嘛，签名。但是行政部员应该签名以后，他们就可以有事就可以先离席哈。好，决定事项，协商通过内容如后附。由财政委员会整理协商内容，依照联席会审查结果通过，送各党团确认后，于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前送院会处理。有意见不？没意见，不然来不及啊。那再来是要讨论那个要不要发言等等。嘿，欢迎。一般来讲的话，好，那行政部员可不是？为什么？好，我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我们就请行政部各位所长和代表可以先请离席。好，然后给他们辛苦了，要没有做礼物也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这么讲呢啊，这个程序大家很清楚了，明天就都没有意见嘛。那委员会180案中，这边40几案都 OK 了，好。那这个民宴会就是先读嘛，先读。那先读通常呢，通常
只有要表决的时候才有去发言嘛，那这个没有表决之后先读过去嘛，但是通过以后三读后发言给党给统合了，啊，三读后要发言去发言了，那没有，所以就没有所谓表决的啦。对啊，所以没有所谓表决了。然后，就移动，不是什么动员了吧？不要，三读要发言，当然去发言了，好不好？三读发言就开放了。哎，报告各党团哈，我们各党团本次的提案均列入公报哈，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哈。好，那你们到时候就是赶快。对，那你来下课了。嗯，来讲不了。哎，我个看我机会富诶！你们请好就来个，你看我就明天啊。昨天冇看我就。诶，啊！你给我交付任务，我给你完成，你无请我就忙。好好好，讲真个。对不对？但是我刚刚也廿零诶。廿零。你等你第二个。我叫廿几个，你廿五个。宣布散会。好，大家还有没有要发表意见高见？没有了。好，没有哈、哦。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散会。感谢。